欢迎收看57金钱报，带您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。我是曾焕文。美国税改呢即将过关之际，没想到美国股市昨天开始呈现一个拉回，今天的亚洲股市呢基本上也呈现一个拉回的情况哦。所以美国税改呢会不会变成利多出尽，我们持续做一个观察。不过我们今天要从债券的角度切入哦，因为包括美国跟德国的债券殖利率呢，昨天呢都创下了一个新高，尤其在美国部分呢，由于受到这个税改的关系哦，所以大家认为通膨好像要起来，所以殖利率又重新起来。 不过呢，我们一直提醒观众朋友，过去呢，殖利率曲线在今年以来呢，都呈现一个走平甚至是走缓的一个情况。我们担心通膨不见了。不过呢，在于税改即将通过的情况呢，市场上重新认为通膨起来了，所以殖利率呢又开始走升。所以这一次的这一个拐点呢，是一个短期的现象，还是一个长期现象？我们待会来做一个讨论。另外来关注到中国大陆，昨天发改委正式通过了碳排放的一个交易的方式哦。 其实过去中国大陆对于节能减碳部分呢，通常都是以命令的一个方式，比如说，我们今天突然要做煤改气，这个呢全部要用天然气，就天然气突然就不够了，那可以用煤，可是呢锅炉又被拆了，所以过去的方式呢，感觉像是用一个命令的方式来做环保节能，但是呢，透过这一次碳交易的方式正式把它放大之后呢，你可以发现，从川普总统当选之后呢，就否定了巴黎协定。 那现在中国呢，采取的是把碳交易的方式把它放大，所以未来这两个国家走的路线是不太一样哦。美国走的是比较偏向传统的旧能源的经济的一个模式，但是呢，中国打算采用碳经济的一个方式呢，来跟美国做对决，到底谁赢谁输，也是我们今天要观察的一个重点。今天现场请教到4位来宾，第1位是好久不见的军晃总主笔邱世昌教授，第2位是资深分析师叶俊敏。 第3位是资深媒体人丁万民，第4位是资深分析师陈宇农。57金钱报带你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。